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这款 RPG 它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免费 RPG， 叫做《做个好梦》。那它好像不是恐怖游，不是恐怖 RPG， 好像是剧情探索向的。那刚才有稍微设定一下，吓死我！那时候以为它不能用手把玩，还好可以。小时候之前玩 RPG 都可以用，吓了我一跳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你好，你要做的事，离开这里。很简单。好温馨啊。醒了吗？睡得好吗？我要出去买点东西，顺便给你带点你喜欢吃的。想吃点什么？只有小熊饼干可以选，但是一个特别用有颜色的来标示，有什么差吗？因为我也不晓得说这一款游戏它时间有多长，就有几个结局这个。因为它的界面都是英文的，我虽然稍微翻译一下，但是它都没有提到。好，等我回来。它是后退路 ，OK。会不会音乐会不会太大声？我不晓得会不会太大声。一个柜子暂时没有必要打开。还不给存档哎，他现在不给我存档，可以跑吗？好像不行。很可爱的熊，你也很喜欢吧？谁啊？只是用来装饰，以显房间不怎么单调，也许。OK OK， 还好就好。离开这里。我是说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来找我。哦，原来是存档点。其实吃饱了睡，啊，吃饱了睡，睡饿了吃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啊，吃饱睡，吃饱吃啊，理想生活。有存到吧？因为手把的按键会比较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会稍微再习惯一下。如果饿了，可以先去厨房拿点吃的。而且好像也没有道具的。啊，这，怎么像马路一样啊？厨具也只是厨具。哎，直接给我存档哎！这里有一把刀，拿着，不拿，这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天哪，他一开始就叫我选这个，感觉就是那个分歧点的感觉啊。冰箱里有块蛋糕，要吃吗？先等等，好吧好吧，那我吃。哦，现在不饿。你拿到了刀，它可以用来割毛茸茸的东西。看起来你好像拿走了刀，但看起来它好像还是在那里。什么意思？分开床好了。没有钥匙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而且它又是有颜色的去标示，那肯定有东西啊！我觉得它一定有东西藏在里面。
多调查几次看看。好，真的没有用。这是要去哪？需要我重复一遍吗？乖乖待在家里就好。你好像不听话。都是那个男生的身影。无言了。你想要离开？是。玩错了啦。可以离开一次吗？我觉得会有一个结局诶。是。好的。好的。啊？重复了诶。睡得好吗？我要出去买点东西。一样诶。我可以哦，割了，听到你割断了他的手，一个房间的钥匙掉了出来，拿到了，刀被谁没收掉了？这个小熊看起来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你确定他的手不是被我割了？存这个好，没关系。乖乖在家，给你买小熊饼干哦。我是不是被囚禁了？感觉就是一个被囚禁的女孩。那我们直接去左边的房间，应该就是她的钥匙。后院吗？我向房间的房间。小鸟的叫声，草地、大树、秋千，看起来像是公园。啊，对了，如果它这款游戏呀很短的话，我就不会剪辑了，就直接放直播的记录上去就好。除非它很长啦，就才会特别去剪。房子里怎么能装下一棵树呢？如果理想，当然可以。蛮大啊，这地方。仓库翻吗？好，结果上面这个不能进去。我没有说过不让你过去的这种话吧？好了，我帮了你一个大忙。哎，直接不见。哦，所以他要推到正确的，他才会让我前进。那只是什么狐狸吗？什么是反的？好另类仓库翻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过得来。其实等于说，我每个都要试试看啊。
你不会是单纯为了来看这行字的吧？是啊，确实是。既然它可以消失不见，我就把它弄消失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颜色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吧，这个先这样吧。因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线索。没有钥匙。黄色。没有钥匙。为了防止猫猫的碗被偷，所以把它藏到别的地方了。重要的东西，高贵的猫只吃碗里的食物。哦，原来这些都是猫。你拿走了钥匙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拿那个道具。哎，把我赶出来！等下去厨房看一下，他这个钥匙也不知道开哪里的。啊，这里。啊，鱼。钥匙。怎么抓啊？禁止钓鱼。如果你硬要去钓鱼的话，需要一个钓竿。那还是得找道具。哦，原来这里过不去。那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又得到了钥匙，可以到下一个地方去。不是这。这是碗，好哦，怎么看着像石头啊？啊，就这样，去哪里找钓竿？搞不好这只也是猫，如果把它误会成狐狸了。怎么都没有东西吃啊，都不吃。哎，我如果啊一出去会怎样？反正我有存档，就是直接略过剧情。好哦，还好他还是笑脸，如果啊他后面换成一个凶脸我就惨了。鱼的颜色啊，你说密码吗？鱼在哪？来看看，蓝色是三，红色是四。我写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顺序。蓝山红四黄三绿三，中这下面走错，没事，好像啊，重推一次。
山、红寺、红山、绿山、丁。OK， 拿到了。去钓鱼吧。非要钓鱼吗？哎，出个岛了，人家问我，我好怕。虽然它不是恐怖游戏。钓啊，钓到了一条鱼，猫猫喜欢吃。去钓鱼，不是不是，去放到它碗里。也太到智了吧，喵喵马上就过来了。感觉不够吃，哎，我被赶出来了。最后一只猫有点诡异，拿到了小熊玩偶。哼，偷吃不要，我看一下里面。离开这里，他一样叫我离开这里。门消失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他们喜欢把小熊放在秋千上。我不会说话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没有脸的猫。把它放上去，好啊。门打开了，哦，这一是一定要放的。嘿，站在那，你谁啊？这不能跑哎，别紧张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们算得上是认识的。我想想，我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释？不过我为什么要解释？我还是直说好了。其实从一开始。你看到的那些红色字体就是我啊？他不会是有人格分裂吧？没错，我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。总之，现在不是聊课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很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。离开这里，不然你会永远被他囚禁在这里。如果要问我什么的话，我才懒得讲。我想你应该也试着离开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就算你没试过，我现在也告诉你了。总之，那个变态不会让你走的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往左一直走，会有下一楼的楼梯。在一楼的某个房间里，有我藏的一把枪。我想那是最好的防身武器了。一定要离开这里，清楚了吗？还有，我会暗中帮助你的，但是我只能给你一些提示，所有的一切只能你自己执行。
好了，快去吧，要平安的出去。主调，还有，你一定想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，哈，到底知道还不知道？我可以回去吗？故意回去，我不能回去，只能继续往前走啦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真的相信那个人说的话吗？为什么？这样正常吗？该死，被发现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快躲到旁边的柜子里！出去了，听到门关起来的声音，他应该走了。骗我，他们就没有出去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在做什么？今天的你格外不同呢，就是走到另外一个结局啊。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你温柔、乖巧、可爱。是吗？你好，安安。为什么今天你却到处乱跑呢？这可不好。你想逃跑吗？是啊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好像要去你不该去的地方。可只是为什么呢？你好像不受控制。你是在被什么人操控着吗？要我好像走回去了。现在的你不是你自己吧？我的意见，那些人按着所谓的方向键让你移动，让你逃跑，还一直在说我，而你就像是一个玩偶，任凭他们操控着。你就不能做你自己吗？为何不尝试摆脱那些束缚？我已经为你付出了我的一切。现在这里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乐园。哎哎，那边有喵喵。难道你不开心吗？难道你不幸福吗？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再也没有谁可以打扰我们。你不愿意吗？别听他的。我也迷路了。喵喵。好吧，慢慢念迷路了。那这个迷宫有点大，我现在已经被卡在这了。只是为了看喵喵而走了过来。可绕了一大圈过去。这个迷宫也太大了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对话了，因为他刚才叫我们不要听他的，所以现在听不到对话。
本可以设计的更复杂一些的，别建议够复杂了，枪。你这九只个吗？哎，他怎么不见了？那么他去哪里了？回不去了。喂，为什么？哈哈，笑什么笑啊？竟然会是这种场面呢？就是这个人吧。虽然这个人没有抽中着你，但也一直引导着你吧。啊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男性说的话。等等，用到。这个人想要离开这里吧？果然，你还是太单纯了，还不能轻易把你交给别人。你知道吗？你差点就被这个人骗了，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跑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吧？算了，你也别想知道。还有，你就那么喜欢被人控制吗？那这样，你喜欢吗？哦，没得选啊，只能开枪啊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乖乖回到房间里就好。哦，所以可以动了，抱歉，没事，我一直站在这里。哇塞，哎，我直接穿透了他，你穿透了他。这样子，是这个女生心里留下的阴影。回来了，要乖乖在家哦。你还不听话，我去给你买小熊饼干。到底我们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被那个人囚禁啊？奇怪哦。